让我们掌声欢迎新生代优秀女歌手单依纯。在今天晚上的年度盛典舞台，单依纯呢也将以她深情的声线为我们演唱经典影视剧《仙剑奇侠传》当中的歌曲《一直很安静》。我们先跟屏幕前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单依纯。欢迎你。那马上就要到农历新年了，先给大家拜个早年好不好？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大吉，然后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也一切顺利。好的，期待着2024年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，奉献给广大的歌迷朋友们。谢谢谢谢，我会继续努力的，谢谢。欢迎实力。